别叫吧。他QQ问，他说听得到我说话吗？听不到他的说话。啊，我重新拉一次语音，好吧，我重新拉一次语音。好的，好的。貌似掉了，我说怎么突然这么沉默？我重新拉一次啊。今天上路狗又被插起来，来那个蛋还是哎呦，蓝眼完全是空蓝，也是不惜小兵开路墓碑直接拿上塔了哟。好，这边追过来，但是没有人啊，奶了一口，标一个能秒掉狗吗？标上狗出，漂亮一个沉默，宙斯的输出非常关键啊，这会儿看你了，一个 C 狮王过来顶一个 W 没劈死，那你们塔马上就要掉了，牛蛙还在这边拿塔吗？蓝没蓝，没蓝。86点来，听到了吗？啊，听到了，听到了。到哦，有一个 G 劈掉牛蛙2/3，这 EF 又倒了，标一个。这个 TP 的位置啊。这个输出太恐怖了哈，太恐怖了。嗯。宙斯前期的输出真的是一个 G 顶边一个大了，快。我们看一下。他们其实一直是在很舒服的 farm，在下路，什么都不管。上路是金元方拿塔，中路是草莓跟他打钱，所以说没什么压力。当然龙的装备我还是没看到，是在小龙身上吧，应该运过去了。他用的是智力的假腿，他的梅肯已经 OK 了，应该16分钟假腿加梅肯。对，那么相信22分钟就出来面了啊，这是我对你的期望。 嗯那么宙斯还是没有出秘法，潮汐猫着，沉默。一开始插起 A 一下，一个 G 甩上去，狗能钻的，对吗？能钻的，好 ，C 住他了。好，一个 T 标走了，跳到后面。有 OB 的时候，这个塔能打你，但是塔没有优先输出他。塔下有一个墓碑的话，你就很难防守了。第一个奶上，帕克行不？一个 R 大甩到蒙面身上，牛蛙，你这个大甩的尴尬。SK 大放出来了，狮王在吸血，你不要死 ，NC 哎呀，狮王一下加了一大口，给一头草莓咬悲剧，一个戳直接死了，是一个吸死的吧？哎，不是牛娃，这边狮王这一波打转飞了啊，标一个，哇，一个完整的一个团灭啊！嗯，而且是4打5的情况，一个一个来，有我的风范。好了，那么狮王那个刚才也是几次队友给他狮王送奶啊，给对面送奶。那么死灵龙也是顺路就可以拿你们的外塔了。对，死灵龙是很稳啊，一直在下路。死灵龙再次1400，1600了，一个悬点锤好了。这个符文完全开的没有必要。那么也是 save 一下吧，刚才这么漂亮的一2150，这么漂亮的一波团战一定要 save 一下。好，这还有人弹我语音呢，这谁呀？现在19-6啊，金元这边领先13分，谜团现在只有一个鞋， SK 是 SK 马上出相位了，打了半天钱可算打出来了。现在的情况肯定是那个进位要好很多呀。谜团这个点打得太烂了，我觉得真的。嗯，在论坛里面也有人各种鄙视谜团。你说谜团，哎，这个宙斯过来你非要甩个技，你死灵龙有奶的怕你个技吗？好，点死了。谜团又过来，沉默住了谜团，大眼瞪小眼就走了。这两个人在这还要死，我可以肯定的说，这绝对还要死。这两个人你说潮汐的大应该是有的，输出也不够，控制也不够大，就是两个点控制而已啊。当然谜团有大的话你们有没有输出，这只要狮王有墓碑就可以拿你一个塔。我们看一下龙的2600，龙难道直接奔回药不出来面了？不会吧，当然龙如果直接撑血也是可以的，我觉得也没什么太大问题。
项目是狮王打钱，狮王挑战刚才已经好了。我看 POCK 身上是背了一个粉啊，专门为草莓准备的，防止你隐身。嗯，好，这个塔又是狮王补刀了，这个狮王钱赚嗨了啊，赚嗨了800多了又。那狮王一般来说不用出什么太大的剑，除了心啊西瓦之类的，就这两个装备可能大一点。金卫里边现在直接要拿中二卡 CD 都有，墓碑看怎么放，不要被人打到墓碑飙过来，天方的缺少那种一切都把别人秒的技能。这边墓碑开到这个位置1000的距离，看他怎么算的。谜团 F 了一个，然后直接就倒了啊！谢谢你没有大，没有放出来大啊。这边又吸了一口 SK， 想放大吗？直接被死灵龙点一下，受不了了，一个 R 死了别人。这边飙死没有放出来，拿塔哇，直接拆中了啊，拆中了，还能外塔允许 BD， 而且这也不是 BD 跟兵来的，那直接上高地了，这一步完全可以，兵是被清掉，可以上高地的，只剩小狗自己了，只剩小狗了，继续了。好了，我们马上进入下一场，非常的快啊，非常的快，20分钟继续比分，对，25-6啊，非常的经典。那么难道牛娃他们真的要大翻盘吗？让别人抢到狮王了，肯定是有苦果吃啊。嗯，记得前天草莓才说他吃饭的时候吃过牛蛙的，咱们上次吃饭好像吃的那个也是牛蛙吧？嗯，对，那么大的嘛，那也是牛蛙。是的，那么大的，对，嗯，还特地是森田说特地说要吃一下牛蛙。你们见过他下锅之前的样子吗？嗯、没见过。没有。是很一种墨绿色，然后身上有很多小疙瘩，然后他会一动不动的趴在那儿。就像假的一样，然后你去碰它，它也不会有反应的，就很肥。那种属于家养的，不是野生的，就是比较笨，比较懒。阿婆在论坛里有人说，愚人节阿婆小巴，赶紧趁机忽悠忽悠小严，我们强烈支持你们。那也要到12点呢。像我这么聪明的人很难忽悠的。那刚才好像我感觉。TM 那个谜团好像有点卡，我看他进来ping有点高，他进来的ping，哇，这会儿我看山田节日的ping330。嗯，这个他们卡不卡，反正他们自己也没有说，然后可能他们觉得说了也说了，我也不勒他啊，我也不理他，我继续。嗯啊，中国的网络我们都要忍耐，逆来顺受。嗯，刚才不是 TM 自己的主机吗？对，这把还是 TM 的主机。那么这把如果有问题的话，这个他们不是线下吗？为什么会有一个人卡呢？我也很奇怪，我怀疑那个谜团可能、难道他做到了悲剧机器？我怀疑谜团不是线下的，谜团如果线下的，可能两个拖鞋都飞过去了。当时，上一把那么腿。嗯，他们是天马五人黑，他们应该是的吧？貌似。一个群里都说线下五人天天在一块儿能一起吃饭一起睡觉。这边又搬第一个搬狮王了，呵呵，真的圣殿骑士这个狮王真的是中国第一狮王啊，快了都哭了。